亲爱的的啾啾你哦，晚安。晚上好，谢文森的僵尸熊抱。谢糖果收集车，吃了晚餐。谢谢十一的僵尸熊抱。现在吃饱了，所以很想睡觉。谢谢坑坑的鬼画符。Hello， 谢谢吉米粥的僵尸熊抱。什么面？糊涂面，没有汤的面。谢鬼画符，对，快要十一月，快要十一月。谢华为的糖果炸弹。谢十一的糖果收集车，谢谢 CKNK 的甜甜棉花糖。现在看到九点，对，哇，谁？谢谢冠伟的熊猫眼装扮。他都会 delay， 神奇的 delay。 谢谢十一的甜甜棉花糖，他送礼物会 delay。 谢谢文森的万圣小恶魔，我怎么刚刚没有看到什么小恶魔。谢谢平安福，看到了，万圣小恶魔，谢谢万圣小恶魔，谢谢十一送的万圣节糖果罐。我本来想要去买什么万圣节的小的东西，但是不知道去哪买，所以今天没有。谢谢文森的女巫扫帚，嗨嗨，谢谢女巫扫帚。谢谢游戏西咯，谢谢文森。我今天会一直看到女巫吗？女巫会一直飞出来。原来有想过一点万圣感，有想过啊。我最后大概就是关个灯吧，万圣节的时候。明天再不知道。头发，我没有染头发，一直觉得会看到我什么，看到我在哪里。旁边有鬼可以打，你打他应该不会不见吧？我今天有按。谢谢南瓜浓汤的糖果炸弹。法兰森的啾啾你，后来特效没有啊？应该就是大家说的那个任务不算。你已经打了蛮多次，你是去别的台打，然后累积吗？谢谢糖果收集车，今天这个衣服还蛮万圣节的，没有吗？
没有吗？今天怎么那么好看？因为今天有出门，然后今天不用，今天不是练习，所以想说难得出门就穿好看，虽然没有拍照。然后想说就是出门可以不用穿练习服，就认真穿一下其他的衣服，不然的话好像会就是我买了也没有再穿，没有再穿，买了一直没有穿。该拍 Reels， 可是没有什么 Reels 可以拍啊，没有什么 Reels 可以拍。这个吗？这个好像是阿贝桑的衣服，好像是很久以前拿了，但是没有穿。不知道我拍的多好看，就不知道有什么可以拍啊。大家推荐一下，有什么 TikTok 可以拍？可以坐着拍。十月要开始忙的感觉，对啊，十一月几号啊？五号是不是要去那个私募鱼什么的？谢谢吉米州的僵尸熊抱。现在会去吗？听说很远，是吗？没想到这么快又要下高雄。难道我先讲情报？就是五号。谢谢图林米的平安符。钱包缩水的月份。虽然好像不好抵达，你想要签名私募鱼？私募鱼不是很小只吗？谢谢博汉的女巫少主。其实好可怕，都不在台北。有吧？公演在台北，公演在台北。当地私募鱼粥可以吃，私募鱼粥感觉就很好吃。谢谢甜甜棉花糖。公演不算吗？公演也算吧。公演还没有卖票吗？今日の服と髪型付きに似てる。似てる。明天，明天卖票，吃什么？有会员可以先买，是不是？我不太懂你们怎么个会员先。会员先买。谢谢汉的女巫少主。然后应该没有，轮不到一般的买，应该会没有，是吗？你们这么有这么多人买会员。上次有中乐透，我有浪花奖励哦，我真的有中哦。有人，我那天晚上好像晚上我就打开我的 IG， 然后就看到有人 tag 我说不会中，真的中奖，然后我就想说中什么奖，中什么奖，中什么奖。然后过几天又有人再 tag 我一次，说发现我中乐透，那个是什么、啊？那是现金哦，浪花，他会退给我吗？什么意思？我可以怎么样才知道我有没有收到？我要怎么样才知道我有没有收到那个浪花？不是 iPhone 的，不是浪花，应该有。你有发？我应该有一万浪花，有这么多一万。可是我刚刚看，就是红包，他写我只有一千，他
但是我只有1077耶。为什么？说好的10000呢？没有10000啊，确定我是中10000。谢谢糖果收集车。那个好像是钻石要去换，所以是什么？谢谢万圣夜游，谢谢纹身。所以是我不领的话，它就会变成钱钱嘛。虽然也不知道会剩下多少，所以明天可以报万圣节报名牌。我真的是随便点。随便点，把钻石换浪花或者换成钱。可是那个换成浪花是我可以乱来的。海星有增加吗？海星要怎么看呢？我看不到，我只看得到我的浪花，我连我的阳光有多少我都不知道。随便点就中，是不是因为它有很多奖，所以就是会中，这样会不小心中。而且我那个时候看人家截图，我才发现原来有300多号，我以为只有100号可以选，结果有300几号，还是其实更多啊。不要掩饰我是欧洲人的，我的就是被他吃掉了，我的运气。谢谢梦幻金鱼，嗯，谢谢北原，谢谢飞，谢谢微微的女巫少总，运气真的很扯，很扯吗？因为我中奖，你有分到浪花，你是不是想说怎么突然有一笔浪花进来？我的手气显得更好，我的手气，不知道哎，我选了几个数字，3个还是几个？4个吧，还是几个？我不知道我选了几个数字。谢谢北原的美人鱼，这特效很漂亮哎、欸，这个礼物特效。0104，我选了0104，就这样从上面挑那个剩下最多的。谢谢杠尾的海洋之灵火箭，为什么？这是什么？免费的礼物，那是什么活动？美人鱼是什么活动？免费的火箭，所以那个是算钱，那没有特别算钱。谢谢北原的海洋之心，它就只是特效很浮夸，海鲜活动。为了玩这个，你还跑去厨玩这个？我拿到11641的钻石，很多哎、欸，11641好像很多哎、欸。只有特效没有收益，为什么要出这个礼物？好的，每日限量额，你说跟其他人抢是看运气。谢谢乖乖的冰晶玫瑰，刘海怎么用？怎么了？你们是有要学吗？今天这套真的够很好看，真的吗？我放很久，因为就觉得不知道能穿去。看今天好像又觉得还好，今天可能有弄头发，看起来比较。免费礼物到处被嫌弃，因为我本来觉得这个很浮夸，穿出门很奇怪，但好像也还好，这个出现在外面好像也还好。平常出门就可以穿，
是吗？可是是洋装哎。还是因为有皮带。腰带的话就会很蓬蓬，现在搭什么靴子，现在你就当作我现在穿的是靴子，现在是袜子。我的头发还有卷吗？快要掉完。在家穿鞋，是假装这个是靴子。头发感觉好长，还好了，还没有够腰来着。谢谢梦幻姐，那个特效好看。会继续留，留什么？头发吗？头发应该会继续留，留到过腰。应该是不会到这里，但是到这里，到这里，目标腰，目标是留到腰就好。今天好看。今天有打扮比较好看，今天不是刚起床，只要不是下午刚起床，只要有出门就会努力打扮一下，目标。快要又会被要求看日子剪头发，谢谢十一的僵尸熊。耳环是啥？不知道，一坨不知道是什么。一坨不知道是什么。很少打扮，很少啊，超少。因为平常出门要么就是练习，那练习的话就基本上就是直接穿运动服，所以练习不会穿什么好看的。很多人说不知道啥，对啊，不知道啥。出去玩，我不太会出去玩啊，我很少出去玩。他为什么？不知道，这是什么概念？我其实不太懂。谢谢阿叶的平安符，谢谢告白气球，真的很难戴，这个真的很难戴。妈妈，妈妈在没有了，她去了那个名古屋，回来就没有出国了。谢谢什么？这是什么？
海豚。嗯，明天可以期待打扮。明天别太期待，我没有要换什么衣服。这套衣服是放在台北的，放在台北。真眼好像有好一点。其实我也不太知道那个到底不是不是真眼哎，但应该是吧，因为会痛痛，然后很痒的。嗯，我明天只关灯，我明天就是把灯关掉，然后对眼影画红一点。不是用眼过多，我猜是啊，我猜是啊，因为我就是一直在揉眼睛，然后一直在看手机。睁眼，但是没有到睁眼那么肿啊。揉眼睛过头，有可能就是很痒啊，就是这里看得出来吗？我在宜兰的时候是真的是很肿的双眼皮，但就只有一只眼睛，可以点眼药消眼压出。谢谢，应该是有消一点的啦。练习完会换衣服？不太会，因为通常没有那种会大流汗的天气，但会带那个湿纸巾去擦擦。看不太出来。谢谢红玫瑰。万圣小恶魔是不是被沉默？什么被沉默？今天眼影好像今天比较橘一点。谢谢詹明丽的告白气球，那个在倒数啊数数字的人被沉默，我没有对他做什么。分数好像看到耶，真的假的？有这么快？不是说差一半吗？不是还差一半吗？嗯，谢谢万圣节的南瓜糖果罐，书面上看起来偏卡，画面上看起来偏卡，比较大地色，要注意一下。我也努力注意，我妈叫我要洗那个眼睛，就是那个用那个这样然后洗。洗那个眼睛。手要从头后面绕过拉眼睛。拉眼睛是为什么？为什么拉眼睛会好？为什么？应该要洗一下。现在已经拿八万，喜欢哪个号？我也喜欢四号或是一号。哼，究竟是不舒服才揉眼睛，还是揉眼睛才不舒服？不舒服才揉眼睛，因为很痒啊，就会一直这样，这样抓。有看过这样抓眼睛的吗？是这样子，这样子抓。露水之类的民宿偏方，没带眼影，对啊，我没有带眼影了。想看吗？我可以明天带，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根本不明显的。我先选四号，再选一号。谢谢 Tulimi 的万圣节糖南果糖瓜，一定在宜兰很容易过敏才揉眼睛，我也觉得。依然特别灰尘特别多。
配件都还好。我想不到啊，万圣节，我一想到要去买就觉得很浪费钱。我想看家里有什么现成，但是我发现我家里没有，发现家里没有任何万圣节的东西。通色可能要万圣节点，没有没有那种通色很万圣节，一样看就比较好吧。可是我家就是灰尘很重的感觉。我的穿的很陷阱，我的穿的很陷阱，我的穿的很陷阱。什么叫做我的穿的很陷阱？我的什么东西穿的很陷阱？黑猫南瓜汁没有，没有哎、欸，我可以穿得很陷阱。你什么叫做你可以穿的？我好想看你什么叫做穿得很陷阱。小丑女之类的衣服当然是没有啊，很陷阱哦，黑色的，都是黑色的衣服，拿出来穿吧。黑色的，在说什么？他想穿是不是？现在书局的万圣装饰品应该都没有，可是书局的那些看起来都很没有意义啊。幼稚园小朋友一早会去要糖果，下课后我去跟他们借，就是只有黑色的可以穿吧。不然我可以自制脸妆，画南瓜在脸。可是我没有橘色，哎、欸，会不会有橘色？好像有橘色的眼影。把我的画板拿出来画个南瓜，然后放在这里，放个南瓜的。谢谢吉米做的平安符，可以把乐透的钻石换钱拿去买。那也要这么快下来？我预知是不是？黑色的南瓜也很常见，画幽灵。反正就把脸当那个纸在画就对了，是不是？脸上画满就对了。嗯，可以去看隔壁的艺人，他今天有画万圣节旧装，什么旧装？他不是有在 IG 上发吗？那不一样吗？是一样的那个吗？那你就在脸上。谢谢吉米做的僵尸熊抱。在直播，不然去年那套让他重新呈现。去年那套，去年穿什么？啊，去年穿一个吊带还是什么？是吗？是那一次吗？我可以开小号去看，明天来得及画？明天应该就是回到家之后再开始画，不然的话那样很奇怪。在外面，虽然万圣节可能大家在外面都还好，隔壁也画得太恐怖。他画得很满耶，他怎么会有这种衣服、啊、橘色的。我没有，我还真的没有橘色的衣服耶。我没有橘色的耶，只有黑色的。这时候不要跟他对比。隔壁是真的把脸当画板。谢谢女巫少总，她有很多意想不到的衣服。对啊，她是不是越加越多？为什么是画樱桃？你问她为什么是画樱桃？明天应该再来想想要怎么画，不知道哎、欸，不知道哎、欸，慢慢画，哈，
还是应该要画好再开始播啊，好难哦。哇，又要选啊，就没有什么号码可以选，20号，选20号。回来画这样来得及吗？不知道啊，不知道。我可以想着，明天就是要下出去，出去练习，晚上再回。下午其实很闲。可能又会中奖。我上次不是29中吗？不可能20又中吧。顶着万圣节中出练习，我就下午想一下搭一下啊，回来就直接好啊。我也希望我可以想好。化妆直播化妆化好就刚好关播。都有人连三场剧场生死，谁？我有仪式感的，什么仪式感？除了直播以外，没有仪式感。我也不是仪式感的人，偶尔有点仪式感，才不会觉得很无聊啊。不然一年四季的起床后直播就是很无聊。我以为是以无聊自居的人，我是啊，我是。没有无聊，很有趣，偶尔要搞点事做，不然我自己觉得也会失去那个动力，失去直播的动力。在宜兰有吃，在宜兰吃了什么？吃了豆花，什么都没有的豆花，跟炒空心菜跟高丽菜，煎什么鬼头刀鱼，是不是？有糖水，没有吃鸡排，因为他说他怕我睁眼会炸开，吃煎牛排。吃了羊肉乳，我妈想吃羊肉乳，所以她就说晚上吃羊肉乳。想说哦，这么突然，竟然是羊肉乳。哪间的羊肉？我不知道哎，她买回来我不知道是哪一间。牛排就是买回来煎的那种。我被偷什么？没有，我都在家。家里煮的。对呀、啊，牛肉会用煮来形容吗？煮牛肉。宜兰的羊肉乳可是很讲究的，它的肉是真的很大。吃完羊肉不会牙齿痛吗？为什么会牙齿痛？你牙齿怎么了？为什么会牙齿痛？天气凉就是适合吃锅、啊，羊肉也不会太补吗？不知道，又不是每天吃，火气大。你们可能火气比较大吧，都在家吃就是这样难产。我没有出去吃嘞，完全。羊肉片只能下去，对，是块肉块，羊肉块。我只拍了一张，嘿嘿。
肉跟高丽菜，没有拍，其他没有拍。看到了 cheese， 对，羊肉卤，感觉最近也很适合吃什么姜母鸭，还是不够冷，感觉可以再冷一点。谢谢阿荣的女巫扫帚，肉块加高丽菜，为什么？有出过家门吗？有出过家门。有汤，有啊，有汤。姜母鸭的话再等一个月。您吃肉块是带皮的，有皮，但是我会吃一点点，我不会吃很多，因为很多的话有点太恶心，所以我会吃一点点。绝对是羊肉炉大于姜母鸭，我是一个都可以吃的人，而且我分不太出来，就是我吃的那个当下，我才会觉得说，哦，是羊肉炉的味道，然后。我就会一直思考那姜母鸭是什么味道，但我就是想不起来。通常要到了那个店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思考，哦，姜母鸭的味道，那羊肉炉是什么味道？我分不出来，我永远记不起来这两个的味道在哪里。因为假如说可能说石头火锅，我可能可以回想得起来石头火锅是什么味道，然后或是什么牛奶锅是什么味道，我可以回想起来。但是问我羊肉炉跟姜母鸭，我真的是要到现场才分得出来，就是我没有办法立刻想起来它是什么味道，所以我不会有那种好想吃羊肉炉的那种心情，因为我想不起来那个味道。通常要这个东西出现了，我才说啊，好香哦。就跟什么麻油鸡跟烧酒精一样，也是我也是分不太出来烧酒鸡跟麻油鸡的差别。两种差很多吧。就是这种我都分不太出来是什么味道，不闻味道吃到嘴里分出来，应该吃得出来，吃就吃得出来。麻油鸡跟烧酒精是一样。麻油鸡跟烧酒鸡，对吧？味道应该没有差很多。穿我的帽外套的时候比较适啊，你说超冷的时候。对啊，冬天不就是这几样吗？烧酒鸡、姜母鸭、羊肉。但我发现很少人喜欢吃羊肉。麻油的味道比较蛮明显的，但是不知道，就是会有种很辣的感觉，可能是因为姜或是那个酒，就是很辣。可是你超爱羊肉，羊肉大于姜母鸭，但是是不是因为很多人不吃羊肉，所以就觉得羊肉不行？但是羊肉其实不吃那个羊肉没有羊肉的味道吗？有吗？有吗？我就不知道有没有，因为我就不是一个什么怕什么羊骚味的人，所以我分不出来什么叫做羊味很重，反而不太爱姜的味道。我也没有很爱姜的味道，但是我觉得姜母鸭是好吃的，但我也不会吃那个肉。羊皮比较有羊香，对啊，羊皮的话，很臭。对不吃的人用闻的就不行，很因为我能接受重口味的汤，我就说我其实很什么都吃，我对羊稍微完全闻不出来，应该说我觉得羊就是要有那个味道啊，不然的话就是不是羊的感觉，羊不就是要有羊稍微才是羊吗？我以为吃羊肉卤就是要吃那个。羊骚味，我是好养的啊。它就是羊肉的味道。它是羊奶粉。这样算分得出来。谢谢海豚的守护，羊骚味奶油好吃。
很香啊，很香啊。羊骚味太重就没有，我就是没办法分出什么叫做很重跟还可以接受，连那个味道不能说是羊肉，就是不知道。比如说烤肉那种串烧也会有羊肉串的，然后那个羊肉怎么样叫做有骚味我也分不太出来，因为有的会撒那个什么孜然粉，那个就好像就是那个味道啊，沾酱。盖掉羊骚味，哦，因为我吃锅都不会沾酱，什么锅都是羊肉乳什么的，姜母鸭什么，就是只要是有汤的东西都不会沾酱。嗯，感觉最近也很适合吃关东煮。如果吃炒饭，会先选什么口味？炒饭、肉丝、猪肉丝炒饭。我这个不沾乖，不是啊。毕竟我是一个昆布汤也可以不沾酱的人，所以羊肉乳为什么要沾酱？羊肉乳味道就这么浓，欸，它的汤也是这么有味道，贯彻不沾酱的，而且里面也没有什么东西适合沾酱，有吗？菜也不需要沾酱，菜要沾酱，可是有时候汤不行，但就是它不好吃啊。可是沾酱会更好吃，可是有时候酱会超越那个汤的味道。什么都能沾酱派，就是要吃它的原味。对啊，就是要吃喝它的汤的原味。百叶要沾满豆腐乳酱，哦，因为我吃的通常那种在家煮的都不会有什么。火锅料就不太会有料，基本上就是只有菜跟肉跟主食这样，饭或是面之类，不太会出现丸子什么豆腐什么。你渐渐也不爱吃火锅料，所以我每次去外面吃什么姜母鸭什么，大家都会沾什么豆腐乳吗？我就是不会，我就是喝汤跟那个高丽菜吃面线。特制的酱料好像没有耶，因为我看我妈好像也没有沾啊，她有，我不知道她有没有沾啦，啊，没有注意看。每次看到贵广告一整锅都是火锅料的火锅，可能她就是想要那个火锅看起来很澎湃，很多料这样，因为菜可能很贵。我的火锅就是觉得火锅一定要有香菇，一定要有金针菇，要有高丽菜，或是萝卜之类的菜，玉米什么的，玉米笋之类的，确实是很满又五颜六色。我的高丽菜，火锅废料，火锅料我能吃的，我喜欢唯一可以觉得还行的，应该就是贡丸之类的。火锅料会加很多，火锅料不会，就是不会去买火锅料，因为我妈有时候可能想说她不知道火锅要放什么，她就会买一盒回来。我就会问她说：“你买这个回来干嘛？谁要吃？”她就说：“可以吃啊。”我说：“你会吃吗？”她说：“你吃啊。”我说：“我没有想吃啊，你有想吃吗？”她说：“没有啊。”我说：“没有，那你干嘛买？我们两个人都没有人要吃，谁要吃？”哼，她明明知道我没有喜欢火锅料，但她硬要买一盒。我说：“所以谁要吃？”她说。就是不知道买什么，我说不知道买什么就不要买它，不要买它回来好不好？没有人要吃，它只是放进去而已吗？它只是把它放进去，是不是？对，我每次看到火锅料，我就会很疑问的问他说：“你干嘛买那个？”因为他又不吃，然后我也没有喜欢吃。他说：“我以为你喜欢吃。”我说：“我没有喜欢吃，我只是说不得已的话，我可以吃一下。”
没有到喜欢到需要买回来吃，有的话我是可以吃，但不用花钱去买来加。嗯，提高看起来的观感，加了看起来比较像火锅，确实，只是为了摆起来丰富一点。最后都谁吃？最后就是还是得把它吃掉啊。有丢几个丸子才有仪式感，就还是得吃，还是得吃掉。可不可以讲得好饿？嗯，火锅最近很久没有吃火锅，除了那个羊肉卤，没有吃火锅。有加一桶吗？没有，因为他知道我不吃烂掉的芋头，他不会在里面加芋头。有放料才是台湾的锅，不然没有放料的锅是什么？汤哦，只有汤哦，清汤。回宜兰前我吃了寿喜烧，所以寿喜烧其实也算火锅。谢谢小林的僵尸熊抱。解锁了，他说我解锁了，他说我解锁了。一不小心有在花市吃火锅，嗯，也不一定，也是要特别揪出去。不能喝的火锅，恭喜，恭喜！我们来测试一下，我这样就知道明天要穿什么。礼物都要比什么，是不是？礼物可以比什么，是不是？礼物要什么？这是什么？好下巴，很好看吗？我真的觉得好看，所以我想要这个可笑。谢谢大家。礼物要拿什么？只能万圣节用。对啊，但是很好看。我们这只能用一个月，只能用一个月，强迫这一个月是万圣节日。魔杖，是不是近一点？每天就为了特效打扮得很耀眼，而且它不是脸上会花花的那种，它就是旁边很好看。嗯，旁边很好看的，没有遮脸，没有遮脸，大家不喜欢遮脸特效。可以不用整理头发的特效。这时候熊猫出现的话，这个应该会不见吧，这个帽子应该会不见吧。啊不需要耶、欸、不需要耶、欸、不允许女巫有黑眼圈。谢谢吉米中啾啾你哦，礼物有黑眼圈很正常。A 猫耳朵，对啊，它还有耳朵，很可爱。
没看过高马尾女巫啊，试试看。我今天就把这个玩完，我明天要怎么玩？我明天怎么撑得下两个小时？我的作息跟女巫差不多。女巫都是在干嘛？下药，做那个药水。最近也跟特效部的同事，用对啊，他不，他们都是特效，是这样分的。谢谢会员票。用傻的。明天开是为了玩特效吗？开两天就是怕你们凑不起啊。想看的数字君，谢谢 CK 和 NK 的南瓜糖果罐。对啊，这个特效值，对，三十才有三十天。嗯，怕凑不齐。对啊，药水的功效是什么？我的药水的功效是什么？三十天，因为永久的话就要两倍。谢 Rebel 的僵尸说啊，这个可以有两个，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可以有两个？像好像有那个，有那个魔法，有魔法的感觉。西洋魔女跟东洋僵尸合在一起，为什么小林的僵尸熊抱感觉特别的大？魔女没有什么手势，魔女没有手势，我只能这样子。魔杖超短。我可以去买魔杖，我跟别人借一下吧。是不是蔡恩有？他会不会要用？他会不会那一天要用？谁有魔杖？我借一下。魔杖很魔术的。吉拿棒。还是我去买，可以买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是一只？林依云，林依云万圣节没有播吗？林依云万圣节没有播吗？可以去捡树枝。明天他有播吗？他是几点播？晚上好，明天是不是很多人播啊？更新一下官网。哎，蔡恩明天没有播。蔡恩明天没有播哎。谢谢糖果收集车。怎么明天要准备东西来？没有啊，明天只需要准备我这个人，跟这个特效，这个特效已经准备好。请他带魔杖。蔡阳今天念九点播，外面折枝树枝。还有更红的眼睛。
魔法使的法杖，我有这个。水晶，放回去。我有电棒，电棒可以吗？紫色的水晶。依云还有巫师袍，紫水晶招财，招财。在旁边加存，就我妈放的啊，放在我旁边，放在我的电脑旁边。用水晶变游戏角色，大全套。每天这个画面就会很满的，改变我的气场。水晶可以拿来施魔法。嗯，乐透运吗？我说我的偏财运是这里来的，是不是？有可能，也有可能。因为这里就放了一些东西，特效还有上下方画面已经够了，完全不需要布置，很棒，完全不需要布置，人在就好。这你们不会过十二点变回人类吗？不会啊，31号跟11月1号不是万圣节的日子吗？今天根本就不是什么万圣节，今天是什么预习？今天是为了预防不会累积不到的预习，千叶集。今天是这特效千叶集。眼泪，还是我圣诞节。万圣节前夜集。彩排，我先彩排，特效彩排，确保我们确保了明天有特效可以用。新出的还是有种新颖感，也有这个，这个也很酷，这也是上面下。天到9点，对啊，这还有腮红特效，这个就很花，这不知道是什么的活动有的，不知道从哪里来。光那个帽子的精致度就有差了，但是还好那个吧，还好它是好看，不然的话很贵。这是之前那个35万，我一直记得35万那个数字，但是这个35万是永久，这是永久。然后这个也不知道，他说是七系拿到的，这个是七系拿到的。蛋花都显现在精致度上，很怪的大象，很怪的大象好像是时速，开10个小时就会有，大家开10个小时就会有这个特效。国术有吗？国术有没有这个？七夕当天开正能量，还有这么佛的，这也是七夕，到底有几个七夕？有几个七夕啊？
唱歌有截图。特殊节日都会有当天开，然后一些简单条件就能拿到特殊。真的吗？我怎么记得我开的时候都没有简单的，都是困难的，都是困难的、啊。万圣节很困难哎、欸。健身达人是哪里来的？我忘记。健身达人是什么？不记得这个活动。没有简单，对啊，我发现的都不是简单的。让你动起来，那你动起来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没有参加节目，那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全成员都有。原来如此，看，很可爱，它会亮亮的，很可爱，而且它耳朵还会动，会亮亮。很可爱，蹭别人。一闪一闪，对啊，很精致，就是有种那种水彩的感觉，很可爱。硬体现出它的价值，不愧是翻倍，价钱翻倍，不愧是高单价，要30万浪花才有30天。你想想，我们上次35万就有永久，这次要60万。60万是什么数字？60万我播一次直播大概4万这样。60万是什么数字？我要播几天？12天。骗人的任务积分，对。可是我发现我在第一天的排名里面哎，那个可以有奖励吗？那也有奖励吗？不是用的，但很六十，不是，我记得60。对啊，第一天没有东西哦，第一天没有奖品哦。你看第一天，第一天我有第8名，你看第一天我有第8名，第7天就被刷掉了。第一天我有第8名，我今天晚安。第8名3000，第8名有3000，有吗？我现在就不知道他是要10天加起来的前10名，还是每一天都有，这样我就有第8名。是真真，我今天有看到他。晚安。其实应该就是每个成员都，比如说我的直播就有这个特效，那大家来我的用我的账号播就会有这个特效可以用，强迫大家使用女巫特效，强迫大家使用这个特效。知识都上我的。不是啊，很常有那种像刘晓晴待在我家一起直播。今天打扮很漂亮，谢谢。我今天有这个帽子，看起来比较浮夸。第10天不缺那3000。大家关同一个账号就有永久了。有没有其他要送我永久的？这样每次万圣节就是找人来我家直播，用这个特效。明天练习时间开直播，
直接在公司播，然后播完发现没有车可以回家。收费。这个特效很适合大家。小心不太，不然说真，说不定真的 party。对啊，还是大家帮我凑到永久的话，刘老锦回来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特效，他会很开心。结果他说没有想要的，我根本没有想要。我没有想用的。教徒来帮忙，教徒来帮忙。问刘家，问刘家，他是真的会买一顶，他绝对有一顶嘛，他绝对有一顶这种什么女巫帽，他感觉就有，他确定没有戴过吗？我觉得他有戴过。无情泼冷水。他什么时候都可以扮女巫啊，没有吗？这女巫帽还有猫，对啊，很可爱，他还有猫。好像有戴，我也记得有印象他有戴过啊，没有吗？他这个中二的人就会买一些特，你买一些饰品。你在从上面拼 iPhone 啊？没关系，我们不拼 iPhone， 拼不到。我知道，我知道，不用勉强。他也有一套，他绝对有戴过女巫帽。刘老七，好久没开这个账号，他刚刚问你是否要删除。哎，这个账号跟刚刚那个不一样吗？好像是披风，还有巫师帽。他会说现在是经理，没有要带女巫吗？他曾经就有走过女巫路线吧。我就当一样就好。还是我那乐透要发出来给你们凑永久？什么乐透？我就没有领出来啊，那个什么乐透。可以精灵女巫没问题。谢谢银针的女巫扫帚，谢谢。我今天把我的圣诞 T 丢给银针了，我说请他分给那个，分给他的伙伴们。他今天提了一整袋，我丢给他之后才发现他看起来很多东西，我很抱歉。剩两个月到期，对，剩两个月嘞，不知不觉就剩下两个月，剩下过期的圣诞 T。 嗯，谢谢我的圣诞 T， 不会，希望你们会穿，因为我不会穿我自己的圣诞 T。 不要说的好像不要一样，真的，我放在那里已经放了半年了，真的，我好像从四五月就拿回来，然后就放到快要十一月，一月又是战争，不知道哎，我不知道，我其实已经画了圣诞 T， 只是我还没有想好要用什么颜色，真的没有想好，我真的没有想好要用什么颜色，我姑且有先问工作人员说，请问有什么底色可以挑？如果没有的话，就是白色。去跳公演穿，跳公演的时候穿。
还有很多是粉红色，大家很坚持粉红色。高远一排的人都穿生日 T， 嗯，回归白色吗？没有，我现在不都是一年黑白黑白黑白，好像没有连着的是吗？底色会限制？嗯，没有限制，但是就是有很多颜色可以选。谢谢微笑的鱼的啾啾你哦，但我真的每次都在纠结说要用其他颜色，但都没有用。明天要考试，先去复习，拜拜，考试加油，早点休息，八点了。我要解锁新的背面，新的背面啊！这是不知道是谁做哎、欸，今年是吧？没有意外的话，因为除非他换一个新的厂商或是怎么样，不然的话那个衣服的色号应该是不会换的话，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可爱的颜色，还是他。披纳布的是不是粉红色？那个很粉，不觉得吗？不觉得那个很粉吗？我很想给你们选啊，但就是很难呐、啊。我也很想给你们选要哪一个啊，就很难嘛。很喜欢 T 组那件蓝。真的吗？我觉得很蓝，很粉的不好吗？就怕你们不买嘛。因为老实说，我也觉得去年的圣诞节比较好，比较耐看。今年的就觉得还行，我自己都会忘记我今年的长这样。但是也没有说今年的不好看，就只是说好像去年的有点好评太多，害我自己也觉得去年的比较好看。还真的要粉吗？没有想好，但我还是倾向于那种好穿出去吧，因为去年的真的是随便都可以穿，成员穿的小组 T 超想要的。你说有颜色是不是？因为我记得有卖那种白色，大家觉得白色的不好是不是？不想要白色 T 恤，粉的很好。真的吗？只是粉红色就男生感觉不太穿出去，女生也不太会穿粉红色这样出去的那种感觉。你不觉得蓝色就很 free 吗？就很好穿出去。我自己不是也不会常穿，我对啊，我自己不会常穿，但我希望其他人会常穿啊，所以我就说蓝色就是去年那一件大家很常会穿出来，所以我在想说，所以应该。就是代表说去年的那一套是没有这么的不能穿出来这样，所以去年的那一套很多人穿，但今年的那一套就感觉还好，没有什么看，什么颜色都不会想穿，不会，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可能是版型加上它的材质，我没有很喜欢那个材质，所以我就喜欢厚一点的 T 恤，所以我都穿的厚一点的，比较硬一点，因为我觉得那个材质很棒，我都穿就是厚一点的，是没有，我单纯就只是觉得。好像可以厚一点那个 T 恤的材质。我有问过了，明年可不可以换，但是还不知道会不会换新的版型这样。贝小可以看到，他会很认真的看有我的圣诞 T 的话。该换厚一点，厚一点穿起来比较挺。对啊，厚一点穿起来比较挺。因为我发现白色穿久了就会，可能也因为洗一洗就会越来越
松的感觉，越来越松的感觉。肚子就跟肚子不关我的设计，肚子跟我的设计没有任何的关联。我设计的圣诞 T 就是长那个样子，它的颜色就是那个样子。不要因为我设计说你自己会显胖，那是你的问题，真的是你的问题。我设计没有出任何的错误。TP 代表色橘色嘛，可是我就觉得橘色没有很适合。我现在一直想要打开相簿看我的圣诞 T， 但是我发现在平板里面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看不到。真的，圣诞 T 有一部分就是也不是为了要大家穿起来很好看，它就只是一个我设计的圣诞 T， 我没有要让大家穿起来会变得比较帅啊。圣诞 T 没有这种功效，它没有这种附赠的功效，它没有什么穿上去会让你瘦十公斤这种东西，没有，它就是普通的 T 恤，它就是普通的 T 恤上面画了一张图，没有特别的功能，对，没有瘦身的功能。对，单纯的设计，它只设计给大家。没有没有没有，穿上去不会特别瘦，也不会特别胖。对，你穿什么 T 恤都是长那个样子。可是精灵女王的会发热，穿我的会就是会很冷这样子。穿我的会很冷，因为是一月。会很冷，我跟你们保证，穿我的会很冷。对，穿我的圣诞 T 不会变得比较好看，通常就是那个人本来就长得很好看。尽力穿出自己的风格。今年的黑色很吸热。因为不冷也奇怪，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销量考验，圣诞 T 销量考验，圣诞 T 的销量就是有直接的可以看到我这次设计的好不好，实质的那个数字会，我可以看得出啊，今年没有设计的。头好痛，突然头好痛啊，头好痛。肯定卖很好的。是说一月生日会没有哎、欸，还没有，根本还没有轮到我。现在也十月才刚办完。其实生日会一直都很晚才开始。面面听说销量暴增。但其实我已经很意外，说我去年其实很多，所以今年没有到少，但是没有去年多，所以就觉得其实已经很多，其实已经很多。我现在要考虑的是会不会要签很多，我没有在怕签很多这件事情，真的没有在怕，因为那只有一年一次。仔细想想的话，一年一次，把一年份都签上去了。没有在怕，还是有点怕，没有在，没有那么怕，但有点怕。应该是单独办吧，不知道哎、欸，要看他们明年是什么个想法。确定？我上次怎么了？我上次怎么了？大家只要一个礼拜就签完，对数字君的挑战，我就不信可以超越去年。去年真的有点夸张，去年真的有点夸张。
不要充满自信，结果马上就消气。不是因为他每次给我们的时间真的很短，就只有一个礼拜，我真的是会死掉。如果那个礼拜我没有很闲的话，我真的是会死掉。就是都要刚好说那个礼拜我超闲，我才可以每天熬夜在那边签，不然的话，我如果有工作的话，隔天要早起的话，真的是没有办法熬夜。上次不是签了超久，我签了超久啊，我签了超久，因为说我不太喜欢下午的时候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通常都会在半夜的时候开始。这次没有时间限制，是吗？我记得我今年。看一下，我每次都有记录哦。我今年，我看一下我今年，我怎么看？我今年应该是签了一二三四，突然看不出来我在算什么。一二三四，签了八天，一个礼拜又一天是吗？其实一天大概签50张，多的话一天可以签100张，这样子。嗯，签完比较好，8天。600件，没有这么多件，没有这么多件，没有这么多件，签了几百次团，我不知道，签了很多次，真的签了很多次团，真的签了很多次，我都是先签，看要先签名，然后才签写画画写字，还是很累，因为一张一张思考，我发现会太浪费时间，所以我就干脆先把签名先签上去，其他再来想怎么画。说不定差不多8天。建议团名用印章。难怪签名的颜色都一样，颜色就只有那几款啊。因为要写在上面的颜色本来就很难。这次一月生日会开2场吗？怎么可能开2场？怎么可能开2场？你说我一个人开2场？不可能，我一个人开2场。成员的手要用在有效率的地方。应该说圣诞 T 有一部分卖的就是明信片嘛。老实说，大家有想要卖这么多张？要用印章，那不如省略吧。明天生日会超越今年吗？不会，先说不会，因为我今年真的没有做衣服，今年没有衣服，今年就普通的买了一套衣服穿而已。没有，今年没有做。还是其实你们希望我2年都穿一样。嗯，今天的刘海算空气刘海算吧？不算吗？算吧。每年都在进化，已经不知道可以进化去哪里。今年有这么一丝的可能单人场吗？目前的话，你们还可以抱持一丝的希望，因为还没有确定，还可以有一丝丝期望，但会不会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因为不是啊，因为我想要赶快思考要怎么办，因为假如说如果我自己的话，我就不用着急说要穿什么衣服，但是我跟其他人一起的话。就代表要搭配嘛。阿粉现在好像也没接单哦，真的假的？真的、哦，可能他因为工作很忙吧。给你一丝的希望，对，给你一丝的希望。
但学妹不用怕吧，学姐独裁。来联署有机会吗？二月三月都只有一个人，这样很难唱。历史留名的衣装，跟去年一样，跟去年一样。你说有表演吗？但是有表演的话，如果多人一起的话，那就代表练习的量就不用这么大，对吧？更何况我那时候练习真的是，我就只去舞蹈教室跳了一次。幻想今年这件唱拉布拉多。今年这件事情，如果真的穿去年那件，对啊，我如果真的跟其他一起的话，我真的不会穿那一件去，真的是太，怎么说，太问号了，那个画面太问号了，我自己都觉得很好笑，我自己没有办法接受。谁要发脸？只要打扮的我觉得好看就很赞。气场直接压制。没有那样类似，那个真的不会找到类似的衣服好吗？真的不会。他们可能要穿温布顿。希望明年是准时的一月就好。可能要穿婚纱。不会了，别想了大家。别想了大家，除非我是一个人办一场，不然的话不会看到那一套。应该说就算是我自己办一场，我也不一定会穿那一套，因为连两年都穿同一套，不觉得不觉得没有那种惊喜感。过年前办，过年前哦，过年前，过年是什么时候？卡片签不完，延到春节。因为如果是在一月办的话，是不是就等于说圣诞厅其实基本上不会到？因为我以往的话，我的生日会通常都不会在一月办，所以大家都会先收到圣诞礼，才会办到生日会。但如果准时一月办的话，其实你们是收不到的吧？春节。8号开始春节是不是？现在都大礼 delay 了，明年难讲。不要一月半吧，不要一月半，那什么时候办？我一月生日、欸，10月的到现在还没有寄出。28要飞，这样会赶场。生日会前都算生日月好吗？我上次不是三月，是不是三月才办？还是二月？二月多、啊？什么时候办？二月多办的，是吗？有一次我记得三月的时候才办，超久，三九的生日会，228，超级晚。因为我想要去 Circle 券，所以也被延到2月底。本来是二月初，真的，但因为我要去 Circle 卷，所以才不得已被弄到2月底这样子。
要怪就怪他，要怪就怪他生社科卷办在二月初啊。说不定明年也有，一二月同一天直接演，听起来很开心。他是不可抗拒抗拒因素，而且我还知道，我还知道撞生的生日会，但我还是去参加了那个 TikTok 的比赛，因为我压根也没想到会赢啊，我压根也没有想到会赢啊，所以我想说，真的赢了再说吧，那个撞生日会的部分。我就真的撞了这样。我后来还就是很担心姐姐还知不知道这件事情，知不知道我要飞泰国这样。就我知道，我知道会延期，生日会会延期的。我说好，我说好，好不？反正是撞到，反正是撞到，撞到了那一车。当初想参加活动就是打算转，嗯，有打算转，我已经预想好了，真的赢的话就代表生日会一定会延期。嗯，但我真的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啊，你们也意外吧，会赢这件事情。我也没有想过会赢。确实蛮意外，蛮意外。嗯，又能飞又能 solo 生日会，嗯，不知道哎、欸。但是因为去年也就是没有办法，去年就只有我一个人。居然进前五，居然进前五，我是第五，我是压线进去的那一个，压线进去。不错的经验，是啊，是不错的经验，很棒，可以穿到 VNK 的衣服。我们真的是没有想过，我们真的本来是要穿自己的衣服的，但后来就是这样，可不可以借我们穿这样子？撸到一套，撸到一套，可不可以借我们穿一套？我们没有什么酷酷的衣服的，这样子。拜托，借我们，借我们这样子。而且有穿到二单衣装，嗯，结果是好的。当然，当然还是有很多意外，泰国还是有很多意外。比如说，我们练习的时候完全没有老师，我们就是靠自己，我们是靠自己。以前的话，那个老师还会帮我们就是练这样，然后我们那个泰国真的是我们俩，我跟王一佳一起这样说，请问他这个意思是应该是这样子吧？应该是叫我们要这样子跳吧？应该是对吧？感觉所以我是跳左边的话，你应该是跳右边吧？就我们两个人一直在那边说，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这边是同样的动作，因为那个影片甚至是日本老师，所以他就是讲直接讲日文，再加上王家就是听不懂，然后因为有些就是跳舞的那种名词可能也不太知道他讲什么，然后或是因为
舞蹈室收音，所以又没有很清楚，说他讲什么这样子。反正我们就先学右边，然后到了那边再看到底是哪一边的。我说好好好，太可怕。就是 for 那个 Circle Gym 的日本老师的分解影片，他就会说 A 组的，就是 A 组的动作跟 B 组什么 C 组 D 组什么 C 组是第三拍之类的，然后 A 组可能是第一拍的，就是他会讲说 C 组的动作是这样子跳，然后他就会这样跳。嗯，没有被骂过，没有被骂、欸、没有被骂，顶多就是被说那个啊，被有被提醒说换衣服太慢的，那个当活动当天。但是那个后台真的是对各种意外，找不到了，找不到喷泉在哪，鞋子在哪，找不到，各种找不到的东西。啊，说喷泉，喷泉没有喷泉，怎么办？怎么办？快点，怎么办？来不及了，怎么办？鞋子，怎么办？怎么办？然后休息室又离舞台有点远，就要这样跑。然后已经人家已经唱到一半的时候才上去，唱到一半的时候才上去。然后他就那一场演唱会结束，还是隔一天的开始前，他就跟大家再强调一次说，换衣服要快一点，换衣服要快一点。真的不是不快，真的没有要不快，真的是因为后面的意外实在是有点多，所以我们就说。没有，什么没有。这么多次跟人抢装换衣，我其实很少有抢装换衣的时候。通常要抢装换衣的时候，都不是我需要我要抢装换衣，通常都不是我在抢装换衣，所以我不太失败，没有，应该说本来就没有这么没有这么急，我的怕都没有这么急啊，所以我都是慢慢来。我是很悠哉，我很悠哉，我是说。所有都很悠哉，嗯，以前也顶多是那种 Unity 中间一首，然后下一首就要再上来跳那种，但那个也还好像也没有到赶不上，就是会有点快一点快一点。后台感觉好混乱，对啊，因为再加上我们也不知道找谁，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不知道东西在哪，所以我们说。找谁，然后就会有一个人出去，然后找，然后但是因为他没有回来，我们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要回来的意思，就是也找不到，就是各种。因为那个时候我忘记，好像王一佳就是发现他的鞋子不见，鞋底不见，但他等一下要上去 NC， 然后我们就有说还是你就这样上去 NC， 然后他说什么不要啦什么的，还是请。工作人员去找那个有没有新的可以替换的鞋子，然后他就走一走，然后他就发现他旁边那个人的鞋底也不见了，所以他们两个都没有鞋底，然后就在找说有什么备用的鞋子，然后就工作人员就跑冲进去里面开始找有没有鞋子，然后我后来忘记到底有没有，好像有赶上要上去 NC 前有找到鞋子，不然的话他们就会。穿着一双没有鞋底的靴子上去，嗯，对，可能就是因为那个鞋子放太久了，所以它那个胶有点，就是可能也坏掉了，所以就是下面它整片就不见了，下面就整片不见，不知道怎么会只有这样的事，而且是连它旁边那个人也一起坏掉，就是有这种事，嗯，比我们演唱会还混乱 N 倍的感觉。应该说因为人多所以本来就会很混乱，我们现在人真的很少，但是老实说也蛮混乱的，从以前那种大型演唱会就很混乱，再加上我们 TP 又没有什么参加大型演唱会的那种就是经验，所以我们之前唯一一次参加大型演唱会大概就是小巨蛋的时候，也是被骂说叫你站那个号码，叫你站那个号码，有没有听懂？叫你站那个号码，大家都是一直这样，叫你就站那个号码，然后
后大家就是然后听不懂日文的就听不懂，然后换衣服也是很慢这样子，所以就一直被骂说换衣服快点，赶不上的话就不要上台，赶不上就不要上台。我们小巨蛋的时候也是一直在被骂，真的跳得很烂，真的跳得很烂。他就是直接说什么 TP 这一团就是跳得很难看这样子，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翻译，所以其实是 Takeshi 桑翻译给我们听的。但是 Takeshi 桑就是翻得很委婉，他就翻的把那些坏话全部都翻，就直接消掉了，变成其他的单字这样子。但听得懂的人就知道他骂得很难听，但是。就是Takeshi桑有把那个难听的地方有消掉这样子，但是因为那个什么舞台监督哦，还是什么舞台导演，就是讲的很严肃，他就是很严肃这样子，然后他就讲了一串，但是听不懂的人就是这样，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然后等到Takeshi桑翻译的时候，就是说大家要练习，这样号码要记得要在哪里，然后什么东西。活力要拿出来，或者说表情什么要拿出来，就是稍微跟大家讲说要这样子跳这样子，会要多练习什么地方这样子。他就是没有直接讲说你们跳成这样就是什么难怪什么不会好这样之类的，这样子的话很难听，他就没有讲出来。但是后来就是可能其他成员有问吧，然后再加上我们以前老板就是又出来骂我们，因为他就是很凶，他看起来就是一种黑道的感觉，他就是很凶，他说你这边在搞什么鬼这样子，然后大家就被臭骂一顿，然后大家就是哭着哭，然后回去半夜就是继续练，你们回去公司给我再继续重练，练到跳得好为止这样，然后我们就大家就是回到公司之后继续练习这样子，大家就是一脸那个。很安静这样，然后回公司继续练习，就是，不是大家真的是不知道啊，大家就是，尤其是那个时候，除了选拔以外，真的是没有人上过大舞台，你知道吗？那时候大概就只有 mini concert 吧，我们连公演是不是也没有？就是去 mini concert， 除了只有 mini concert 的经验，我们就站上了小巨蛋，也是蛮莫名其妙的。但是就是大家也不知道怎么跳，因为大家。以前都只需要借怎么说记那个几号六号而已就好，两边六号。但是小巨蛋就是有那个这个11号，然后又有这个花道，然后前面又有一个菱形的那个舞台，所以基本上大家看不懂那个站位表，看不懂那个站位表，所以。再加上我们的舞蹈教室就是很小很小，所以基本上你这舞蹈教室当下看起来好像是长这样，但站在舞台上的时候会发现，我不知道我在哪这样子，就是因为实际上它又有那个阶梯，就是主舞台又有那个阶梯，然后实际上你是要站在阶梯上跳的，但是大家不知道，看不懂。所以他们讲什么的时候，大家没有办法很快的应对，所以就被骂，就是一群小菜鸡，叫你干嘛就干嘛这样子。但是叫你干嘛的那个反应速度非常的慢，所以就是不耐烦很正常。不知道你在干嘛，不知道有没有在认真的，不知道有没有在认真，然后大概就是，骂一个记一个的，就是没有那种大舞台，再加上我们老师其实也不太知道那个，就是怎么个练法，就是老师也不是那种，就是在 AKB 那边有，他就是单纯我们 TP 开始，然后就是叫我们跳
舞这样子而已，他也不太知道什么动线或是什么哪个时候要跑什么的，他也不太清楚。嗯，大家一起成长，大家一起成长。大家跳得很烂是事实啊，是事实。可是大家真的对我们很宽容，我说粉丝，因为我们真的跳得再怎么样，大家都不会说我们很乱，但是老师都一直说你们真的跳得很糟糕、很乱、很丢脸这样。那粉丝就会说，我觉得大家跳得很好，然后大家就可能觉得我们跳得很好。大家都会说，大家跳得很棒，很有元气这样子。那也不行这样子，很厚的滤镜，滤镜很厚。所以大家只要是在那个公演跳的话，基本上完全可以拿出自信。所有的成员在公演的时候跳舞，完全可以拿出很多自信，因为大家真的很宽容。但是真的出去外面跳商演的时候，真的要怕，真的要紧张一下，因为真的是很丢脸。如果在外面跳错的话，在外面跳错的时候，还有直拍的时候，真的是会死、欸，很想死，很想死。打乱老师标准，对啊，是。所以我觉得还好啊，至少公演的时候还好，但是出去外面商演的时候，就是希望大家好好练习。至少公演的时候，对嘛，大家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商演的时候，就是会有其他人的粉丝或是路人这样子，就是跳的乱七八糟的话，真的是自己看也觉得，而且再加上商演人又很少，所以就一目了然的知道你跳错的时候，真的很尴尬，真的很尴尬。所以老实说，老实说，我上次生日会要跳舞的时候，我真的是有一部分我也觉得很可怕，因为就加上我只有一个人，然后大家就是都坐在台下，真的是觉得要死，还不没有大字包，还没有大字包，还很怕我背不起来那个歌词。我的那时候就是一直在想说，感觉就会唱错段，感觉就会唱错段这样子。还好我都跳那个短板或者极短板，为了 不要背错歌词，把那个要背的量减到最小。你要大字报要找什么？还让我们录下来？对，让你们录下来真的是，我有思考说跳什么东西是让你们录下来勉强还可以的东西，因为太多了，太多太多那种感觉一个人唱会死的那种，让你们录下来的话就是很危险的。是会有大字幕，原来有跳过，但是因为旁边我有看到面面他们那一场有大字报，但是我记得我今年好像是说那是什么、啊欸、投影幕还是什么，好像说那个要加钱还是干嘛？我就说不要，没关系，没有关系这样。如果是免费的话，我就会用这样。我说那也要钱吗？如果要的话，没有关系。嗯，我不知道到底要不要钱啊？到底要不要钱？因为我记得本来是说背板还是背板那个是 LED 啊？我忘记了，我忘记是哪里。哪个地方要用的话要加钱，但是我忘记是哪里要加钱，然后我就想说，哦，那没关系啊，就是遮起来就好。所以是不是那个背板呢、啊？就是用布遮起来的那个背板要钱是吗？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哪里要钱，我只知道说，好有一个东西要加钱 ，LED 的。地方用布
对，所以我就说就用布遮起来就好了。因为姐姐有问我说后面你有要放什么吗，我说就拿块布把它遮起来就好了，把那块黑色的，因为本来是上面有一块黑的铁块还是什么要遮那个，所以我就说就把它遮起来就好了。遮起来就好了。那旁边那一块是什么我其实不太知道，我不知道耶，那是什么本来就有了，今年的时候就有了是不是，我有听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那个东西的。要加钱就秒答不要。不知道哎、欸。可能是因为加上周边又做了一堆东西，所以周边的成本应该也比去年多，所以想说就不要乱花。不要乱花。搬过去就能用。多少钱我记得我有问吧，反正就是几千块还是多少钱。忘记了。我的周边已经豪华版了。我有豪华的在那个控管我的成本啊。我有很严细的在控管我的成本。我有一直问姐说那明信片跟胸章哪个比较便宜，亚克力跟吊饰哪个比较便宜的。一直在问哪个东西做起来比较便宜。那如果再多做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海报，那一张是多少钱，那还是全部都做成明信片比较省钱的。就是一直在问说三个 size 然后三款，还是你觉得要一个大的大张的然后一张小张的，就是一直在问，我一直这样觉得怎么样，今天觉得怎么样吧。性价比优先，对，要怎么做到就是成本很低但是看起来豪华。对，我一直说但是这样看起来很寂寞，还是就是在在让他在，不是这个不要了，我们这个做大一点。这做大一点，这个没关系。可是这样这一袋看起来有点冷清哎，就是袋子有点大，里面装的东西有点少。一直在嫌。嗯，因为它不是一个透明的袋子，然后我就说，哈，如果只有明信片跟立牌的话，那个袋子看起来很大，很空虚哎。很空虚，看起来那个袋子还是袋子不能再小一点，那个袋子很大，然后就一直在讲，一直在想，还是怎么样，很多问题。一个人的生日会反而这么麻烦，我的生日会已经算好了，你知道吗？至少我就愿意讨论了，说我觉得这样子可以啊。要给袋子就没有这个问题。对啊，我比如说做海报的时候，我就会问他说：“那海报你会怎么装？你会卷起来吗？还是你会就是直接一张，然后给他们，然后叫他们自己包这样？”他说：“就一张啊。”说：“那如果要加一个筒子或是套子的话，很贵吗？”这样子，他说：“不会啊，就是会麻烦一点而已。”好，我思考一下。我思考一下呢。很麻烦啊，如果是我的话去参加活动，然后拿到一张海报，然后这样拿在手上很困扰哎、欸。如果是我的话，我就觉得很困扰哎、欸。不能包起来吗？就是不能包起来吗？这样。那还是小张一点，然后套个套子就好，这样子。
会自备资料夹。我的话就是会搞一些东西。原本有大张的可能性，完全有大张的可能性啊 ！A3 还是什么的，那个单曲的那种 size， 完全没有说不行，就只是觉得说。这个分配在一个小袋子里面很难做到。嗯，我当然有问啊，我问了很多种版本，明信片啊、海报啊，什么都问过 ，size 我问过超多次。那 A4 还是 A3 还是明信片，还是我们再改 size 这样，一直在改，改来改去。最后就变成了 A4 海报一张，明信片三张一组，然后亚克力吊饰跟立牌，仔细听起来很多哎，有四个，一二三四。超多，它涨价，涨价。强迫你们买，人家都是一个，我是一套。因为以前的话，要嘛就是人很多，所以就是一人一个这样子，就会有很多个这样。不是啊，因为就是对啊，是没办法，因为衣服都做了，衣服都做了，不做周边很浪费的感觉。应该要额外卖，额外卖，用卖的，不要含在门票里。一个人算一组的经费吗？应该是这样子算，应该是整个都是一整个算。人多的话，就是大家一起出。今年没有做衣服，手续费 ABC 套餐，不是看卖几张决定预算，好像没有欸，有这种预算。预算应该都是固定，我也不太清楚。我每次都有问他说，我去年花了多少钱？我去年周边花了多少钱？就一直在问，去年周边花了多少钱？哦，那本来有多少钱？就一直在问，蛋糕花了多少钱？一直在问，什么都要问。蛋糕去年花了多少钱？今年的有比较便宜吗？一直问，我都会一直问他。没办法就砍桌边冰箱。晚上好，不然会有机会，就不知道那个要怎么做啊，因为每个月就很难抓那个做法。那个蛋糕真的很大，今年那个蛋糕真的很大，因为是传统蛋糕，就有真的是有那种便宜又大的感觉，便宜又大的那种精细小蛋糕真的是很贵，然后又很小。传统蛋糕真的是好久没有看到，我真的是拿起来我手腕会断掉的感觉。有吃完吗？有，好像有吧，有吃完吧。砍蛋糕的预算吗？完全可以砍啊，但是砍蛋糕，应该说蛋糕的预算，蛋糕就只是回公司后工作的人员一起分着吃啊。其实我自己本身是没有。很要求要吃那个蛋糕，但我就会觉得说要吃的话，就是大家都要有一块。就是如果买了这么小的蛋糕，然后只缺了几人份，我就会觉得好可怜，那个好可怜。蛋糕的口味是解挑的吗？
我只有跟姐姐说我想要里面有布丁，其他都可以，不要有芋头，其他都可以，好好吃就好这样。所以她就买了一个传统的布丁蛋糕，很大一个这样。最近不是流行这种，真的吗？谁流行？谁流行这种？我是没有了。结果还是芋头丝，因为是那种传统的，他也不知道会长这样嘛。所以他说他收到的那个时候，他才发现是紫色的这样。他说他有担心是不是芋头，但是他有问老板，他说那个不是芋头。他还特别就是跟我澄清说，那个紫色真的不是芋头。紫色真的不是芋头，说好呵呵好。菜面那组自己组，我猜蔡雅恩那一组永远都是会超预算的人。我觉得那一组就是没有想赚钱，但是我的话就是我想赚钱。我的生日会就是我要赚钱的心态去办生日会，他们那一组感觉就是真的是开心庆生。帮我庆生生日会，大家开心的那种生日会。我的生日会就是开心以外，我还是要赚钱的那种生日会。姐可能怕是芋头，我也不吃。对，她可能刚怕我嫌弃那个蛋糕。分到当然能分到啊。当然要赚钱，不然付的话就等于我自己贴，当然是不可能，当然是不可能，不可能。谢谢家俊的女巫少主，当然是不可能倒贴啊，除了衣服可能有点倒贴以外，衣服有点倒贴以外，其他没有。钱不会让你付的，我的分到考虑放在乌美很暗啊，大家不是说乌美很暗，不然的话不是某一年放在乌美，后来大家都说乌美不好，所以又换回去了，又换回去后台。谢阿凯的女巫扫帚，精算大师。以后赠品都只有张卡片，我不是赚翻了，当然赚翻了。但前提是大家如果今年只收到了一张小卡的话，大家就会嫌弃到底，说怎么会缩水这么多？我已经帮你们想好了，我已经帮你们想好你们的各种反应。为什么去年这么大？去年明年不参加的，抱怨，疯狂抱怨，什么都不会，就是最会抱怨。可以，差别待遇，去年跟今年的差别待遇。再吵就不要，再吵都不要办，明年就忘记。你们这么听话，你们这么听话，为了不要让你们可以嘴我，我就是把那个周边弄到我可以接受的程度。如果我只是四个减少剩三个的话，也要嫌的话，我就说那多一个就多做一个，做一个就好。要差不多什么？要差不多好吗？对啊，周边真的是，老实说还好，真的是看做的东西，因为明信片本身真的很不贵。亚克力不要做太大的话，是不是还行？还是只是说做了太多款项，所以导致它看起来很豪华？实际上，真的。没有到
因为有时候大家做特别的一个东西的时候，就一个单品就会很贵，所以比如说本来大家说叫我做挂轴，但是我就问了啊，挂轴真的是好像成本很高，所以爹就说好好，那不要这样。品相多就是赚啊，我也知道你们是一个品相多就觉得赚的人啊，你以为我不知道呀？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不，你们就是喜欢有的没的，然后很多的。再告诉大家，那些都会很贵。我对了，我再告诉大家，我这样今天挑东西压力会不会很大？应该是不会，反正做来做去的东西都那几样，除非要做什么特别的。但是做什么特别的东西就会变成只有那一个东西啊，所以那就是我自己思考就好了，我没有要问你们的意见。反正我那个周边基本上是我自己觉得满意的东西，我就会觉得 OK。丰富的周边不错。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想要什么这样？你们没有选择权，你们没有选择权，全部都在我的手上。我觉得这样子，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想要这样子。可行的话，就会过这样子；不可行的话，我自己会阻止，阻止。我做这种超大力牌的，超大力牌，做这么大，做这么大，只有一只这样，很大只的。一人一张合照结束。我上次看到一个，就是很好笑。不知道还有没有？不知道我找不找得到？应该是找不到。希望我下次找得到，再跟你们讲。以我的角度也算是大众人，我的想法就是说，可以拿出来用的东西，可以欣赏的东西，好看的东西，实用的东西，就老实说，我是个人是觉得明信片是个不实用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你们好像很爱明信片，所以就是放进去了这样。放老实说，我真的觉得明信片好像不需要，就只是卖照片的感觉，但是。我这人就是想说，反正那些照片拍了也没用，也很浪费，所以就做成了明信片的概念。那照片拍都拍了，不用也是浪费。有什么东西可以用照片做的东西，明信片就是这样子，大概就是这样。明信片到现在还供在桌上。写真集没有这种东西。一张图纸，对啊，就是一张图纸，一张购入的照片这样子。他念排名了各位，今天的第十名是阿叶，谢谢阿叶。第
九名是维维，谢谢维维。第八名是 CKUNK， 谢谢 CKUNK。第七名是黑杰克，谢谢黑杰克。第六名是冠伟，谢谢冠伟。第五名是 Rebels， 谢谢 Rebels。 第四名是小林，谢谢小林。第三名是吉米中，谢谢吉米中。第二名是文森，谢谢文森，谢谢文森。第一名是十一，谢谢十一，谢谢。那你分一下免费火箭，好的。明天万圣节见了各位，明天万圣节见。明天见啦，明天再让女巫出现一次。明天见，拜拜。希望我明天也可以长得这么漂亮，谢谢，拜拜。明天如果有提早回家的话就提早播，没有准时播的话就知道我 delay。 拜拜。